这里禁止行人 Come on， 你期望什么情绪能营造或把它颠覆点？欢迎收听四面患者三点半深夜的频道，抱歉这里没有终点站能听到。我握着过曝的照片，不同以往能期盼享受舒服的冬天，一不留神的几晚就夹在焦虑恐慌中间，真可笑，还以为很可靠，结果只是过度依赖青春的本票，丧失思考的脑袋，不分是非的好坏，不想饰演而倒在观众群，选择不表态，被情绪支配，我 bad trip all day all day， 情绪蔓延的黄金时段，理智线会变短，控制的不听使唤，会慢慢变得迟缓，有人配了酒精，有人配了草，有人看着手机，朋友家人他得跪着找，于是你寻找闪闪发亮纯真光源，却很少，于是你祈祷失眠，别再奢侈真的会累，泪水将我喂很饱，别再说正能量那些屁话，我真的会累。他问我 Oh money friend huh? Family and love huh? Body when huh? 让 Candy 混合着视角再次跳跃，再次跳跃，结局我再次料到，心跳逐渐加快，被害者转为加害，爱刺伤我快，心跳逐渐加快，被害者转为加害，快释放吧，我在做唯一的目击者，跟上要笑的脚步，做唯一的目击者，跟上要笑的脚步，做唯一的目击者，跟上要笑的脚步，做唯一，过程算一般般，做唯一的目击者，跟上要笑的脚步，做唯一的目击者，跟上要笑的脚步，凶器在我手上，但我无需跑路，因为这案件对警方没有任何帮助。关心我不需要你关心，我电话不想关机，现在我也不想专心，医生你不用帮我问诊，请你直接给我药，朋友不用传搞笑图片假象话来给我笑，我爱你们但你们不会懂我，务实一点就好，其实不用假装宠我。 Yeah yeah， 是我不及格，我只想做自己生命唯一的目击者。 Yeah yeah， 是我不及格，我只想做自己生命唯一的目击者。Mm-hmm.